你小心点啊，别摔着我了，明天我可是主角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上面怎么有字啊？我让你写的。上林赋。回廊的灯笼连起来就是一整首。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呀？什么都说出来没意思。那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让我高兴吗？你不告诉我，我用意念知道啊。我用心做的，你早晚都会知道。比如现在。人家都是光说不做，你是光做不说。你这种人能结婚啊，都是老天爷赏姻缘。你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闭上眼睛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哦。我可以睁开眼睛了吗？等一下啊。来，站好了。可以睁开眼睛了。你其实挺浪漫的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夸你一句，立刻就不谦虚了。这不是事实吗？你突然飞回来写这个，林叔不觉得奇怪？我没注意啊，但仔细想一想，他当时看我的眼神，好像确实有点奇怪啊。